事不要，乱吃这是小鹿嘛。我今天吃什么的？今天吃炸虾炸猪排。大家上猪排酱是什么汤啊？这个？这个？这是甜的。啊？它是什么汤？那个是那个黑豆。好复杂，我们这边。这是腰内猪鸡鸡排，来，这里有汤哦，妹妹。嗯，这个不要吃它，你白吃的。没卖啊。炸虾，我又要吃它的冷食。它就是它里面有附这个蒸蛋，然后绿豆汤，然后有鲑鱼啊，海鲜的。大家没看到？啊？小超吃饱。他把汤。倒到蜜手汤，倒到有半壶。看完咖啡。看完就离开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没有没有没有，熊熊没有。熊熊会脏掉，熊熊会脏掉。熊熊不能洗啊。嗯。脏掉的话就用不掉了。嗯。那个妈妈好吗？挖个蛋，嗯，以前内用的时候，它是沙拉可以是加哦。嗯。没办法，现在疫情期间。疫情期间有的吃就不错。那说真的，大家都在推出他们的这个外带便当。在台湾是一个外带的社会。大鼻。嗯。可是那个不是便当，还有那个可以用买的吗？那个从那个机器里投钱，然后买。新闻，他说新闻的那种，有些便当贩卖机。嗯。装下去了。嗯。奶奶家家。好啊。嗯。等一下还要再一碗水晶灯。好啊。挺好吃。嗯，有白的。又三十。豆腐。好。好。嗯。最好一个汤。豆腐，可能是哦。他给的酱好像是想办法看到再说。自己摸索。那海鲜应该是白酱。等一下，你要过是不是？啊！我要过。
那。这叫 Luna 购物区。但是以比例来说，现在确诊的人数都是有机会造成死亡。没有，就是这个东西比例是要慢慢的。现在确诊人数越来越低了，接下来死亡人数才降低。因为他这可能不可能是昨天确诊，昨天死亡，所以就要等一段时间。好美味哦，妈妈你看。我都吃成这样。棒。妹妹那里还有一碗可以吃啊。老饕吃法。老饕吃法的。拌饭的味。他现在都。玩完就要吃，因为他刚刚有吃了两碗蒸蛋。他现在很忙啊，我这还有块鸡排。那也是鸡排。我拿这里一个。鸡排都没了。就好，我要吃饭。嗯。还有饭。他们的这个饭，我觉得还是蛮好吃。煮的还不错。你一直在从我前面这样走过去，小心点。我要用到肚子。还是像那种就是摊贩啊，像那个什么大市啊、市场那种的，还是必须要注射比较好。那不是，那已经不是你有办法选择这件事情。没事吗？有没有事？跌倒？没有，大市那种市场人现在都要注射疫苗，我觉得是真的很好，因为毕竟他们每天接触的人那么多，如果他们一个中的话，其实那个。会影响很大，那牵扯的真的是很多，因为他卖东西干嘛的，谁知道？哥哥在家，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。哥哥在家，吃猪排，买灰灰。